声音空气的候选人吼，伊在过去嘛是我的同事吼，伊较早是政府的助理，啊，结那个后来呢吼，去咱台南县做咱立委黄伟哲立委的助理啦吼，啊，一路拍拼服务到今嘛，啊，即届呢黄伟哲向红政府的马兰联合甲推荐吼，再来竞选咱台南县永康的县议员，咱是毋是吼，咱嘛抱个声，邀请伊就台向咱讲几句话，互咱大家熟悉一下。来，各方文。咱遮在咱各位台湾各位，咱遮好朋友，大家大家好。啊，今日非常欢喜吼，来到遮会当甲咱五建五大哥，咱做来拍拼。啊，伫前几工哦，收到五建五大哥伊寄通知讲，有厝要成立吧？我相信我甲李青啊。感觉伫服务处拢是一个责任的开始。未来，我相信台湾会决定真来拍拼，吼、哦，甲咱台南市会继续愈来愈美丽。啊，我嘛毋忘将代志，咱遮在座所有好朋友，东区哦，拜托甲李青啊倒邮票。北区有咱五杰五大哥，嘛甲倒邮票。台南县有我洪文啊，而且嘛甲大家拜托，吼、哦，会当甲我永康新区有啥物亲戚好朋友倒推荐一下。啊。永康嘛是咱镇北区的厝边区尔吼，我对遐接怪就随到。若有啥问题吼，尽量甲阮遮三个人个吩咐，阮绝对会尽心尽力，甲每件代志做好。再加咱感谢咱大家无爱占款占多个时间，感谢咱大家会当祝恁大家顺心如意，大赚钱，感谢，谢谢。谢谢。